早安。上一集我们吃了非常多的美食，而这一集我们要来玩澳门。而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呢，是非常重量级的大三巴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天主教的一个教会，但是这个整个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教会的朝拜的地方，但是这个会堂已经被拆掉了。可以看到这其实都有地基，但是就只剩下这个教会的正门口最壮观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逛街其实很舒服，可以边吃东西然后慢慢逛到这个大牌坊。其实说大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景点，可是就是很舒服。我们现在来到鼎鼎大名、非常好逛的威尼斯人购物中心。大家看它这个整个购物中心的造景，像不像在室外？但其实我现在在室内哦，你可以看这个天花板，其实是用打光的方式让你觉得置身于室外。整个购物中心旁边就设计了一道运河，让你觉得你在一个威尼斯的购物的运河旁边逛着街。我没有去过巴黎了，但我不知道凡尔赛宫里面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，真的很浮夸。其实整个金沙城中心这边就很喜欢以欧洲当作他们的地名，像是有这个巴黎人啊，也有伦敦人啊。伦敦里面就是会有看到伦敦那些电话亭，全部都是仿照欧洲的一些东西。这就是伦敦常有的天气。这个是一个伦敦探索的一个的士体验，可以在上面体验这个坐着的士在伦敦街头的感觉。如果这个车子会震动，就更逼真了。车子不会动，没什么感觉。百货的人非常有礼貌，看到我就会说雷好先生，雷好先生，雷好先生。我们现在人就在金沙城中心的这个大道上正中间，后面那个就是巴黎铁塔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世纪名店，然后威尼斯人，然后这边就是新濠天地，然后后面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 Apple。这个澳门永利这边等待这个水舞，等待水舞的时间其实很舒服很轻松，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凉，然后它这边又播着音乐，很舒服。
上面这个分水池，就是大家来澳门一定都会有印象的这个怡士前广场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就在澳门的市政府前面，很漂亮的一个广场。带给大家重量级的景点，也就是澳门半岛这边的地标建筑物辛普金赌场，就在我身后这个，非常的壮观，整座赌场都是孔金呢，就是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，而且上面是一种有点像是星苗发出来，然后往两边开散的这样的一个造型，非常的有特色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澳门的渔人码头，看到我身后这个了吗？有没有仿佛来到罗马呀？这个是仿造罗马竞技场打造出来的一个景点，应该是比真实的罗马竞技场还要小一点，但是确实有一种亲临到罗马的感觉。走在这个竞技场里面，好似真的来到欧洲的感觉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罗马竞技场，里面确实是有座位跟舞台的哦。然后从这个罗马的那个竞技场往里面走之后，这边就是一条商店街啦，非常漂亮的商店街，而且这个地方竟然有遮荫，就不会像那个地方晒太阳这么的热。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好像很多地方都有景点叫渔人码头，台湾也有渔人码头，澳门也有渔人码头，这个 Fisherman's 的码头好像很多地方都有。这个地方就是海边啦，这座大桥非常的壮观。其实澳门整体有很多座大桥连接澳门半岛到南边的荡仔区，好像总共有三条吧，三座大桥的样子。那这个大桥在晚上呢，全部一起亮灯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。澳门这个地方的这个应用的这个钱币很多元，他们可以用人民币啊、港币、澳币，而且都是1:1:1的比例，就是你今天拿10块人民币，在这里的价值就是10块的港币、10块的澳门币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用人民币，你会最亏，然后用港币会稍微亏一点点，然后用澳门币会最便宜。所以他们路上其实刚才都有设立那个可以换钱的地方，你可以把你的澳门币刚拿去那边换钱，我刚拿1002块的港币就可以换到1030块的澳门币。很酷的一个地方是澳门很多的路口都是没有设置红绿灯的，这时候你就是要大大方方的给它走过去，公车汽车全部都会停下来的。这个厕所真的太漂亮，非常的浮夸，房间还漂亮，太美了！不要说这是厕所，我以为这里是房间。所有的金沙城这边的酒店跟购物中心全部都连在一起的，你在这个建筑物里面都可以逛完，所以你像我购物中心逛一逛，不小心就会闯入这个酒店里面，就看到这个很浮夸的场景，整个铺很大的地毯。澳门的街头很有那种西方文化跟中文融合的味道，可以发现是一个西式的建筑，但是上面却放上了中文字。这个字怎么念？大家会吗？我每次看到这个台趴，我都觉得很像台北，不觉得很像吗？它这个是荡仔的这个英文。